李晨今天又被曝约网友，印象里这都不是第一次爆出这新闻了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回爆料也提到了胡彦斌。爆料称，2006年在北京，那时候用的 MSN， 李晨的 MSN 账号还是他老婆赵琼的拼音，具体的我不记得了。我有截图在 U 盘，那时候他约我，我身边很多朋友都知道。录节目是认识的，连哪个节目都说出来了。除了自己被约，一个模特也被约了，而且这个模特是和胡彦斌一起玩的。最后还晒出一张照片，说是在北京有一宾馆阳台上拍的，穿的还是李晨服装品牌第一部。但让人意外的是，爆料者反倒被指责，有网友评论道："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，Excuse me。"